我的标标。这是有钱人家的包包。我都会带着的是它。哦。你们不要假装，我从认识你，我就觉得你嘞。对啊，你到底有多病啊你？嗨，我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Sandy 吴珊如。我是叶柔珍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是 L 的 What's in my bag 单元。首先，先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标有多么的与彼此不同。这个是我的标标，这个是有钱人家的包包。这包包是我在英国的圣诞节抢到的包包，但其实我买回来大概隔了三年吧，都没有背。才使用它吗？对，因为我就舍不得。好大，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包包里面会塞很多东西的人。哎，这个牌子好像也是有钱人的包包，还好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普通人的包包。我跟你们讲，这包包，因为这是我经纪人借我的包包。什么？因为我椎间盘突出，所以我要背双肩背包。为什么呢？在眼中的包包。中药，中药怎么样？就是我现在在看中医。我从认识你，我就觉得你嘞。对啊，你到底吃了几年的中医啊？约他八次，他有十六次都在中医。对啊，你到底有多病啊你？我的包好，蛮可爱的，我都会带着的是它。哦。你们不要假装。这个小熊饼干呢是我的 AirPods 耳机的壳、yeah. 然后基本上就是随身携带，因为我没事的时候，例如说搭车等待的空间，我就会拿来听 podcast。 我就拿一个，我真的我一定要带的，我的朋友他是香氛师，这是他特地为我调配的精油。我跟你讲，双鱼座很容易被这种东西骗。可能没有，没有骗我，我们两个都已经在放空。真的香氛师哦，这蛮香的耶。OK， 就是让立刻会让我觉得心安，然后我都常常会把它涂一大片， oh, 然后抹在这边，这蛮舒服的。哎、欸，怎样？怎样？我的是，你是什么？我的是那个酸痛啊，它也是滚的、哦。你知道我比赛是靠这个再撑下去的，就一边痛然后一边。我以为你比赛是靠意志力撑下去的。精油我也有啊，我也有一个朋友，他是。精油老师帮我调了这个，非常酷。这个是让我能够放轻松的精油，同时可以治静脉曲张。哦，真假的？擦在瓶子上吗？你有？不然用喝的吗？哦、因为你站着。是，拿在涂在腿上。换你。好，换我。我的护腰怎么全部都这种？那已经破掉，你赶快去买一个新的啊！好，我会。现在疫情，我没办法出门。你可以上网网购啊。就是，因为没有在市面了。台啊。好了，我也有保养身体的东西。只要拍广告或是拍任何东西，超过 maybe 四个小时，我大概第三个半小时就会开始脸部睡着。可是我只要喝这个，我就会很嗨，大概可以嗨到晚上十二点。东西太多了，我东西太多了啦。我就是有超多护唇膏，我发现我紧张的时候我会擦护唇膏。那我蛮常看你在擦护唇膏，所以我就你很紧张哦。那你我焦虑，或者我在想事情，或者我干嘛有事没事，我就一定会涂护唇膏。我就是一个蛮缤纷的人，所以像我们家的那个门卡，嗯，我就会用纸胶带把它贴的，让它花里花啦的，所以这样还感应得到。可以啊，磁力不会因为纸胶带消失啊。Hello， 我以为会。很缤纷的手机壳，这个可爱啦，也是口红，可是我口红上面有刻名字，我如果没有擦口红，就会很像鬼，所以其实如果出门一定要带的话，我真的大概就会是手机、口红、AirPods， 对。那我现在一次说它好了，冰敷袋啊，然后药、酸痛药，各位观众，高蛋白，就是一条根。然后还有我核磁共振，我核磁共振的光碟。你真的好夸张哦。那你出门一定要带三个东西是什么？手机吧。没有拿出来。还有吗？手机、钱包、钥匙不是吗？就这样。大家不是一出门一定要带手机、钱包、钥匙？你是真的没有接受过杂志访问对不对？对不起。那你一定要带三样东西。都不是刚刚介绍的，不是刚刚介绍的，我的 Chucky 呀，耳机，我刚才没介绍。哎，你耳机好酷哦！他是音乐人，对，真的。我是主持人，你是土人，你是普通人。我觉得你算了啦。我先拿出来，我有带手机。对，他是红队的，所以他的手机就是写着 Go Red， 而且上面还有他的背号。七。有一次我们俩出去逛街，他说不要让太多人看到，所以他就把口罩戴起来，他口罩上面写 Go Red 77，写他的背号还有队名。你有毛病是不是啊？真是。
好啊，不管怎么样啦，他很辛苦的沉浸在他的运动世界里面，因为这个全明星的关系，他的整个人生完完全全跟我们脱节了。但就是这是他努力的勋章。那我本人呢，就是好好的在当我的主持人，东奔西跑的时候带着这些小小的疗愈好物这样子。他很生活，非常生活，音乐果然还是他的一切。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，欢迎留言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一个个有机会就会来回答给你们听。然后谢谢你们，也谢谢 L， 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